川渝通衢，层峦耸翠，依山曲势，傍崖涧窟，造像森列，繁如星辰。万千巧工以虔诚匠心，造就中华石窟雕刻艺术的大美。千年文脉的积淀，浸润出汉墨书香；万缕竹丝的交错，凝结着指尖芳华。这里是蜀中明珠，四川安岳。清乾隆年间，内阁学士董邦达带领画匠以生动细腻的笔触绘制了这张安岳舆图。阡陌流水，黛色如烟，一座山明水秀的蜀中小城清晰可见。整座城池依山而建，青色的城墙所环抱的山丘名为凤凰山。光阴荏苒，这座凤凰山始终见证着安岳的岁月变迁。安岳舆图中的凤凰山如今遍布乌羽，当地人称其为铁峰山。安岳县文化馆原馆长汪毅一直潜心研究当地的历史文化，他辗转于安岳多处遗迹，试图从中探寻这片土地的历史脉络。他跟安岳是息息相关，古代的州所在地就建在这个山脊上，因此呢，这古籍里边都有说到他壮士凤凰，像飞起来的凤凰，非常的美。北周建德四年，公元575年，朝廷设安岳县的同时置蒲州，州县同治一城，城池便建在凤凰山上，其四周峰峦如聚，拱卫着山脊之上的城池，有着易守难攻的地形优势，因此这里长期是安岳县及蒲州共同的治所所在地。安岳的县名正是取自安居于山岳之上。安岳地处四川成都与重庆之间的中心节点，自古便是成渝之间陆路交通要冲，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安岳在历史上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在四川地区频繁征战，这期间整个四川境内只有少数几座古寨没有被起义军攻破，其中之一就是安岳县境内的张公寨。张公寨的修建者张任学曾是从安岳走出的进士，明朝末年，张任学回到家乡安岳，在地势险要的山上主持修建了张公寨，将乡亲们带到寨中躲避战乱，同时安营驻扎，屯兵操练。漫长的战乱中，建于凤凰山上的安岳古城几乎被毁。清康熙年间，人们开始复建城池，安岳舆图中描绘的便是人们在凤凰山上复建的新城。
山岭依旧，屋舍俨然，安居于山岳之上的美好祈愿早已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作为沟通川渝的重要节点，多元的文化交融在安岳积淀出文脉昌盛，绵延不绝。树红墙，畔池墨桥，这座古朴清幽的古建筑群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安岳文庙，它是这片土地被誉为东浦西梅的一个文化缩影。所谓梅，指的是诞生了苏洵、苏轼、苏辙三大文豪的梅山，将安岳所在的浦州与梅山齐名，可见安岳昔日鼎盛的文风以及重要的文化地位。作为浦州的治所，安岳曾经人文荟萃，经济繁荣。安岳县志中保存的这张绘图有一座工部楼，其原名为南楼。唐代大文豪杜甫曾经途经浦州，受当地官员的邀请在南楼讲学。诗人贾岛在浦州为官期间常常来到南楼读书，他听说杜甫曾在这里讲学，为纪念杜甫便将南楼更名为工部楼。两位文豪的到来为安岳奠定了崇文尚教的文化基因，对安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宋时，浦州知州彭城修葺书院，讲学授课，开启重教兴学之风。此后，历代官员纷纷筹资建造学堂，使得安岳书院林立，文风极盛。如今的安岳中学，其前身正是曾经的凤山书院。为鼓励文人士子潜心求学，安岳衙署及书院不仅为中举者减免学费、奖赏田地，还为其建立牌坊。这座清代复建的明进士坊，表彰的正是文韬武略修建张公寨的明代进士张任学。得益于崇文重教的浓厚氛围，安岳历史上人才辈出，不负东浦西梅的美誉。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安岳知县刘友仪倡导更改旧制，复建了毁于战争中的文庙。如今位于文庙中心的大成殿，便是在明代遗址的基础上修建而成。刘友仪还主持修建了凌星门、万仞宫墙、魁星阁等建筑，最终形成了这片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一直延续至今。如今文庙一侧的紫竹广场上矗立着八尊人物雕像，包括唐代诗人贾岛、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等。人们用这样的方式纪念在不同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贤。在安岳，爱书读书的文化传统始终代代传承。安岳县的图书馆规模庞大，藏书众多，还拥有现代化的数据库建设和自动化网络，每天都有大批市民流连于此，书海泛舟。千年礼乐归华夏，万古衣冠拜宿王。千百年来，无数朝拜者
汇集孔庙，追封圣贤，感怀历史，祭拜先师。书声朗朗，悠然回荡于飞檐廊阁之间，应和着一座人文兴盛之城的历史回响。崇文重教的文化理念已融入安岳人的血脉，也为这座城市浸润出意蕴深广的诗意与风骨。安岳的葱郁山林间，分布着200余处石窟及10万余尊大小造像，星罗棋布，密如蜂房。安岳石窟无论是数量还是建造工艺，都是全国罕见。其中，卧佛院摩崖造像、毗卢洞石刻造像等10余处石窟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中原地区战乱迭起，众多文人墨客、能工巧匠来到当时富庶安宁的巴蜀地区定居，石刻艺术也随之一路传播。巴蜀石窟与摩崖造像的开凿，于是绵延不止，日益繁盛，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安岳是典型的浅丘地貌，岩石普遍天然外露，石质细腻，是极为优良的雕刻材料。安岳历史上还拥有众多技艺精湛的石刻工匠，这些都为石窟艺术在安岳扎根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它线条又疏密，在这个色彩高头，你把形把它窥出来。安岳人苏茂龙一直从事绘画创作，他经常带着学生来到安岳的石窟寺景区写生。家乡安岳的石窟造像让苏茂龙深刻地领略到了其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也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绘画题材与创作灵感。石阳镇毗卢洞的造像开创于5代时期，其中这尊紫竹观音享誉世界，是北宋时期的作品，被誉为东方美神。与那些正襟危坐、庄重肃穆的传统佛像不同，这尊观音面容端庄，在荷叶之上敲腿而坐，手指自然下垂，充满了温柔、潇洒、亲切之感。安岳石刻的世俗化还体现在多个石窟中，这些石刻不仅有亭台楼阁、宝塔宫阙等富有生活气息的场景，还有官吏、将军、牧童、婢女等世俗形象，宛若一幅生动逼真的市井生活风情图。安岳石窟的另外一个特色是出现了100余尊凌空飞舞、轻盈曼妙的飞天雕像。我国的飞天大多出现在壁画中，安岳工匠大胆创新，用卓越的雕刻技艺为静止的石窟赋予了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意蕴。安岳的这尊卧佛造像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完整的唐代全身石刻卧佛造像。整体造像依山取势，精心设计，
具有极高的美学观赏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卧佛院内还发现了40余万字的石刻佛经，现保存完好，字体清晰可辨的达10余万字。经文为楷书或行书，是典型的唐代书法，字迹遒劲，雕工精湛，彰显着工匠们炉火纯青的技艺，其刻工和书法被公认为举世双绝。卧佛院景区内的石刻造像和刻经，是研究我国唐、五代和两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发展史的珍贵实物资料，也是闻名中外的川中旅游胜地。对于苏茂龙来说，每一次在家乡的石窟前临摹，仿佛都是在与那些凝神雕刻的先辈们对话。数年时间，他潜心创作出多幅以安岳石窟为题材的画作，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这座石窟艺术宝库。那么我采取了集彩的那种方式，就是一层一层的积上去，让画面一个单色的画面产生一些肌理的那种效果，有粗犷的地方，有厚重的地方，有水彩一样的透明的地方。那么它这些不同的层次的这种效果，把它画到去用到一件作品当中，画出来之后色彩既丰富又不单调，又有那种磅礴的那种爆浆的那种感觉。从盛唐的雍容大气，五代的小巧玲珑，再到宋代的工细华美，安岳石窟体现着不同朝代造像艺术的风格演变，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在我国石窟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安岳石窟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千载风雨，包含着安岳人匠心与智慧的石刻艺术，在岁月的磨砺中散发出愈发动人的魅力，也留存着这片土地往昔的辉煌。伴随铁锨、手锤撞击岩石的声音，铿锵有力的号子声回荡于山壑之间。安岳历史上，持续多个朝代规模浩大的石窟凿刻，催生出兴盛的石工行业。人们在劳作时高声呼喝，鼓舞干劲儿。自由高亢、充满力量的号子，见证着遥远时代的繁盛景象。从20世纪80年代起，安岳县人民政府采取了多项保护措施，引入专业人才，为石窟造像的保护提供技术支撑。2020年，安岳石窟以其罕见的规模及超高的艺术价值，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多家机构的专家们来到安岳调研，运用一系列数字化技术手段对安岳石窟开展保护工作，多个修复项目进入实施阶段。保护石窟造像的同时，安岳人也传承着古老的石刻工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雕的代表性传承人，
石永恩一直致力于安岳石刻技艺的传承。和父辈一样，石永恩十几岁就成为了一名打石匠，劳作间隙，他流连于安岳大山里的各个石窟，反复观摩每一尊造像的形态与线条。四十多年间，他向多位石刻艺人学习，练就出精湛的雕刻技艺。这些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石狮便出自石永恩的巧手。他还将石狮按比例缩小，雕刻成仅有十余厘米高的微型石刻。石狮的一毛一发都需谨慎持刀。石永恩用精妙的刀法雕刻出石狮口中的圆球。小小的圆球不会从石狮口中掉出，还可以随意滚动。因为石头一直能够做尖法，一尖多了，一都做不上去加法，一都怪死了。但是陆陆续续像我们头上自己折出来的、临摹出来的，要工序要那么个做。碎石零落，烟尘飞舞，凝结于方寸之间的匠心，构筑起安岳特有的城市符号。石永恩与多位石刻工匠创作出文庙广场名人群像、紫竹公园的牌坊等一系列大型石刻作品，安岳也入选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近年来，安岳县政府通过组织举办校园艺术节、研发文旅产品等多项措施，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石窟艺术，传承石刻工艺。上年轻这个都不比别人呀。好，哟吼，哟吼，哟吼，哟哟吼，哟吼，天上有智慧，一家一大队。粗犷豪壮、传唱千年的石工号子再度回响，拂去了安岳石窟的岁月蒙尘，人们悉心守护着这座石雕艺术的殿堂。刻刀起落间，延续着亘古不变的匠心和精湛的石刻技艺。瞬息变脸，口吐火焰，这是川剧表演中经典的绝活。作为在川渝云贵地区风靡数百年的地方剧种，川剧的高腔始终萦绕在安岳的山水之间。早在20世纪50年代，安岳就成立了安岳县川剧团。对于曾经担任团长的王光荣来说，三尺舞台承载了他一生中最难忘怀的表演时光。王光荣曾是安岳县川剧团的当家武生，扮相英武俊美，唱腔雄厚，刻画角色入木三分，塑造过众多经典的川剧人物。1958年，王光荣跟随剧团前往内江演出，三岔口、铁龙山等多出经典剧目连演70多场，观众场场爆满，一时间王光荣名声大振。安岳县川剧团也在四川众多的县级剧团中脱颖而出。
在川剧发展的辉煌时期，一个年轻的剧种开始出现在安岳的戏曲舞台之上，这就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岳曲剧。它是在四川扬琴、四川清音这些曲艺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四川的大剧种川剧，吸收了京剧以及非常有影响力的地方剧种粤剧，它又吸收了一些话剧的元素啊，运用一些现代的舞台表演的技巧来表现这些题材，所以这个剧种呢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剧种。开放包容，博采众长，是安岳曲剧最主要的特色，也是它发展的内在动力。尽管吸纳了川剧、京剧、粤剧等多个剧种的表演元素，安岳曲剧却较少受到传统戏曲的城市限制。其伴奏乐器不仅有各种民族乐器，还包括大提琴等西洋乐器，表演中甚至还可以融入歌舞等元素。正在指导演员排练的是安岳曲剧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在弼。他们正在排练的这出《秋江》是川剧的经典剧目。该剧讲述的是一位女子急于渡江，却遇到了一位行动迟缓的老艄公。情节虽简单，表演却生动诙谐，饶有风趣。安岳曲剧偏重文戏，动作幅度较小。李在弼找到川剧老演员王光荣，向其请教如何将川剧的表演动作应用到安岳曲剧之中，并对《秋江》进行全新的演绎。上来了，然后温水一打一流，对了。在王光荣的指导下，演员们逐渐掌握了川剧的动作精髓，演出即将拉开序幕。质朴悠扬、刚柔兼备的曲剧唱腔，杂糅着川剧生动细致的表演动作，新版《秋江》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油彩脸谱，霓裳羽衣，三尺舞台演绎人间百态，也展现着蜀地艺术的动人神韵。在安岳这片兼容并蓄的土地上，一代代艺人守正创新，薪火相传，珍贵的戏曲艺术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一丛阔楼处，森森数十经。安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非常适于竹子的生长。崇山峻岭间，竹海森森，翠影斑驳，这里蕴藏着安岳人因地制宜的生活智慧，也见证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安岳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用竹子编织而成的生活用品。篾刀一响，白银万两。早在清朝，安岳就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竹编产业。工匠们用竹子编织而成的席子、蚊帐等生活用品，细薄柔软，美观耐用，一度远销海外。安岳遍布乡野的石窟造像，
世代滋养着安岳人对艺术的感知。竹编工匠们除了用竹子制作日常的生活用品，还以竹丝为载体，编织出一幅幅妙趣横生、气韵生动的竹编画。这项技艺也被列入了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汪尚秀深谙竹编技艺的每一道工序，在他看来，竹子的选择至关重要。安岳的竹子种类众多，其中雌竹高大粗直，纤维细腻，竹质轻盈柔软，是极为优良的竹编材料。刮青、起篾、染色，正式编之前常常有十几道工序，破丝是其中关键的一环。这是专门用于破丝的工具排针。安岳竹编要求每一根茎篾与尾丝都纤细如发，一厘米竹片往往要分出50多根竹丝，每一根都薄如蝉翼，光洁柔韧。汪尚秀根据提前选定的图案排列竹丝，采用挑、压、破、拼等方法进行编织，逐渐呈现出虚实明暗的层次变化，每一寸长度都需要编入数十乃至上百根竹丝。要完成一幅竹编画，往往少则十几天，多则要耗时数年。安岳竹编画的内容题材不仅有名人字画、山水花鸟等传统图案，竹编匠人们还以当地石窟造像为蓝本进行创作，这也成为安岳竹编的重要特色。在众多题材中，最考验技艺的当属印章的编织，这要求将原本就已经极为纤细的竹丝再一分为二。因为印章它的字小，然后饱满度一定要有，这个厚度要有，所以我们在想用接丝编织法，就印章一般是用红色来呈现这个色彩的，所以我们就用一段红色的编织在里面，就呈现了这幅画本来编织过程是两层，那么我们加上一层就是三层，就体现了它的厚度感。茫茫竹海，波光潋滟，浸润出绿意盎然的生态底色。一簇簇暖黄点缀其间，丰收的欢歌正在唱响。四川的梦看四川，四川的梦出安岳，安岳的梦
安岳境内分布着大量丘陵坡地，土质疏松肥沃，昼夜温差较小，非常适宜种植柠檬。安岳种植柠檬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如今安岳柠檬种植面积已经超过50万亩，成为世界柠檬主产区之一。2018年，安岳柠檬研究所院士工作站成立，中国工程院院士康振生等多位专家辗转于安岳的田野之间，展开了多项学术研究，为安岳振兴柠檬产业注入了更多科技的力量。我接受这个任务之后，同全国组织了相关的专家，形成了一个大的团队，从柠檬的病虫害防治、柠檬的这个肥水管理、提质增效方面呢，一起来开展一些研究和推广工作。安岳还打造了柠檬小镇，举办了超过10届的柠檬节，并以此为契机发展全域旅游产业。依托成渝走廊枢纽的交通优势，八方游客来到安岳，沉醉于漫野金黄的秋色，也在山路回转之间邂逅一座座古老的石窟。历史的厚重与璀璨，当代的通达与繁华，在安岳交相辉映，绽放出熠熠华彩。十里青山，硝烟弥散，安居于山岳的人们迎来了又一轮春华秋实。未曾留下姓名的工匠，用冠绝群雄的技艺，在一丘一壑，也在后世子孙心中刻下不朽的文化符号。守护瑰宝，传承技艺，千万缕竹丝在经纬之间编织出生态和谐的锦绣田园。一幅绿色崛起的时代长卷，正在安岳徐徐铺展。以匠心书写历史，以巧工闻名于世，安岳一如青山秀岩，历久弥坚。